我们要留住他，就得支持他，要让他实实在在的看到，在我们白马矿是有利可图的，而且利润很大。这样他才能沉下心来，做进一步的投资打算。不要担心人家赚钱，啊！毕竟我们还占一半的股份嘛。他盈利越多，我们的收益也就越大了。我明白了，书记。散开点，瓜整齐，说你呢，往地上窜窜窜！快点，快快快！干什么？干什么呢？停下，停下！你们干什么？声音挺粗啊！你是谁呀？这是我们周矿长。耶！明明是我们谭总是总经理兼矿长了，这怎么又蹦出来一名矿长？告诉你啊，赶紧把这些东西都给我搬走！胡说！今儿是我们大喜日子，你想拆我们台？你听着，公司虽然成立了，我还是这儿的党委书记。为了矿山的安全，我命令你马上给我撤走。什么？党委书记？喂，咱们公司还有个党委书记，不是你们都听说过吗？没有。屁呀！党委书记是干什么的？就是啊，党委书记干嘛？谭总，你也太仁慈了吧？还养那么多吃救济的人干什么？矿长，把他们轰走得了。对，流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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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小子，你要不懂，我教给你。啊，白马煤矿属于高瓦斯矿井，离井口方圆3公里都是禁区，不允许有任何的火源火种，这是条例规定，明白了吗？什么狗屁条例？不听，老子只听谭总的。我警告你，你要再不撤走，我就采取强制措施。我看谁敢！反了你！给我拆！给我打！打！干什么？不是你干什么？反天了你们！干什么？让一下，让一下！让一下，让一下，让一下，让一下！这个人在烟火禁区安放鞭炮，严重危害矿井的安全，带到保卫处严厉查办。姓周的。小心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少他妈废话，把你铐起来信不信？带走，走。我来的时候坐在大客车上，明显的感觉这座桥都有些摇晃了。谭总啊，咱们可是有明文约定的，你什么时候打算改建这座桥啊？乔书记啊，上次你提起白马大桥，我还以为像长江大桥一样了不起呢，就这点工程，小菜一碟。我马上派人安排，咱说干就干。现在，白马煤矿的管辖权已经交给我们地方政府了，这样就要由我们地方政府来统筹调度。我看这样吧，如果你精力上顾不过来，就交给我们交通局来承建，到时候你来结账，你看这怎么样？哎呀，乔书记啊，自己的事情还是自己干好，别人这么一插手，光是管理费用，我就难得跟人家扯皮呀。也不能这样看问题嘛，万一这座桥出了事儿，不是多少费用能够挽回的，不光是你，作为市委书记，我都要承担责任。明白，明白。既然乔书记这么重视，我谭九莲绝对把他当成头等大事来抓。连交120个放心吧，啊。好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哎呀，乔书记，还吃了饭再走吧。您刚才在会上还不是说要跟我们同甘共苦吗？怎么，是不是嫌我们矿山的饭菜不好吃啊？谭总啊。啊，白马煤矿的饭菜我吃过十几年了，好吃极了，尤其是在下井的时候，啊，搬中餐送到井底，那股饭菜的香味儿顺着通风巷道，隔着几里地就能闻到，好吃极了，馋的人只想流口水啊！这些年我也吃过山珍海味，这绝比不上我们矿井底下的饭菜好吃。哎呀，书记对矿上感情这么深。我们公司肯定会发大财的。谭总啊，你知道的，想过来投资的人很多，
其中也有国际的财团。既然由你们来经营，我是衷心的祝愿你们能够兴旺发达。我唯一的心愿就是不希望你们做短期的行为。白马煤矿就像一个厚道的财富老人，他绝对是有良心的。你给他投入的越多，他给你的回报就越大。放心吧，我们公司正在请美国专家搞规划，三五个月方案就出来了。我的第二期资金准备了8000万，随时随地在账上等候着，只要我一声令下，立马就给你打过来。嗯，好。煤矿生产安全是第一要素，在这方面国家抓得也比较紧，现在已经实行问责制了。万一白马煤矿发生大的事故，按照问责程序，谭总是法人代表，第一个跑不掉的就是你啊。嗯，哎，那是那是，书记你说的对，这个问题可太重大了，不光要下狠心的，还得下狼心，得用点厉害的人，不抓就不抓，要抓就一把抓死他。好，那就这样吧。嗯，你还要经常的慰劳我们呢。好好好，程局长，哎，有什么事情的话你可以和谭总协调啊，万一有什么困难可以及时的给我打电话。放心吧，书记。好，再见。慢走啊。好，再见。走吧。哎，周矿长，谭总找您，挺着急的。跟他说我没空，总得找个理由吧。他这会儿正活大着呢，都带了好多人在办公室等着你呢。是吗？我去看看。主席，不管姓谭的说什么，你可一定要给我冷静。乔书记临走的时候一再交代，要以矿山的大局为重，知道吗？没事，让开。你很盛气凌人嘛，不过有一句说一句，你这个人够胆量，居然敢抓我的人，是条汉子。甭说这些了，这事儿你打算怎么处理？不知道，不过我想告诉你，那个被你抓起来的人，他是我的亲弟弟。怪不得，我说这小子敢那么嚣张。哼，嚣张个屁，动不动就被人家上铐子，祖宗八代的脸都被他丢尽了。还是你说吧，打算怎么处置他？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犯到哪儿就处理到哪儿，交给有关部门依法办事儿。依谁的法？办谁的事儿？嗯，让他进来。是。哥。是他不是？没错。站起来，谭总，不能再打了，不管打谁都犯法呀。
今天看在局领导的面子上，就饶过你这一次。这么大的一座煤矿，你敢点鞭炮？想把老子送去坐大牢是不是？啊，狗屁都不懂，还来当股东？明天就过来退伍。从今往后，是金子是银子，都没你的份儿了。滚，给我滚远点儿！周大书记，我这么处理，您还觉得满意吗？谭总，他只是想放鞭炮，已经被制止了，也没有造成严重后果，何必下手这么狠呢？我记得你这是第一次喊我谭总，就凭这点儿，值得。这些都是我董事会的成员，我的规矩他们都知道，国家有国家的家规，我的公司有我公司的王法，谁犯了就退谁的股。我的股份肥着呢，这一点你们当国家干部的是没有体会的。都给我听好了，我们矿上还是不能没有党委书记的。周鑫，啊，就是他，他就是我们公司的党委书记。他管什么呢？安全。今后我们矿的安全生产都归周书记管。都听清楚了，今后不论是哪个部，凡是不按照安全章程做事的，都由周书记来处置。当场就找他的鱿鱼，他说话绝对算数。谁要是想来找我告阴状，让我改变周书记的决定，屁，别做那个梦。谭总，这个安全有专人负责，我插手不太合适。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？我不但让你合适，而且让你合法。拿来。这是我亲手签名的法人委托书，有了这个，你就可以代表公司行使你的安全权利了。啊，还有，你们的市委书记对那座白马大桥特别的关心，今天我也公开授权，那座大桥也归你管，该怎么弄，你周某人说了算。来，拍拍巴掌，祝贺周书记。当然了，按照公司的运作，责、权、利是不能分开的。我既然给了你这个权，利益也得给你配套。从今往后，我给你每个月加上800块钱的工资。但是，这丑话也要说在前头。煤矿也好，大桥也好，以后如果出了事故，那就是你周鑫的全部责任。国家的王法要管，我公司的王法也要管，逃不掉的哦。谭总，责任我会负。工资就不要给我了，就算是没有这张纸，这件事情我也会一管到底。财产是国家的，命是矿工的，我也是矿工出身，保护矿井，保护矿工，我义不容辞。好，再拍拍巴掌。
谢。喂，你好，谁？申晴？啊啊，沈董事长啊！哎呀，你好，你好。哦，我刚刚到，这不才进门呢。我呀，在香港那边，也没什么生意好做了。我在金山这边还有两笔生意要处理，正好也想过来休息休息。还是你们好啊，有钱又有时间，真的是让人羡慕。哎，对了，乔主任，我还给你带了一件礼物呢。哦，不不不不，不是我送给你的，这是受人之托，特意给你带过来的。谁托你带给我的？什么？他现在还在美国吗？你还不知道啊？他三个月前就回新加坡了。是啊，这场官司他都打了八个月，打得他都心力交瘁了。是的，是有些损失，不过问题还不大。哼，他呀，还雄心勃勃呢。还老惦记着到大陆来投资，老惦记着金山市呢。哦，乔主任啊，你看这样吧，咱们一块吃个饭，边吃边聊。哦，不，这样吧，我现在就来找你。你等我啊。这本是你的，可要保管好啊。哎呀，分那么清楚干嘛？都放你那儿吧。你这叫法律意识淡薄。这结婚证都放在我一个人手上，要是我不承认这个婚姻，你能出示什么证明文件？哼，你敢？如果你要真是那样的话，我就到民政局来查。假如我们都调到别的地方去了，或者时间过得太久，民政局的档案管理又出了意外，你能拿出什么来证实我们这个婚姻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左一句右一句的，净说些不吉利的话。怎么，你现在后悔了是不是？你后悔了还来得及，咱俩啊现在就进去。哎，走啊。哎呀，跟你开个玩笑。哎，亲属我都通知了，我叔叔还有北京来的哥哥正在往咱们金山市赶呢。生米已经做成熟饭了，你说我还能后悔吗？让你也不敢。走。哎，对了，我妈妈说呀，今天就在我们家摆两桌酒席，请一些亲朋好友过来聚一下就成了，就不要到接待处那边去办了，说怕这样影响不好。哎，当然这件事尽量不要张扬。一会儿我就去预定两桌酒席，让他们准时送过来。只是我哥哥一来啊，就会有些麻烦，省委肯定会有领导过来陪他，到时候官方就得非出面不可了。是啊，你也真是的，你说这大老远的非要把你哥哥叫过来，多辛苦啊他。圆圆，你没有明白我的真实想法。什么想法？我之所以让我哥哥从北京赶过来，其实完全是为了你爸爸的事。是吗？告诉你也不要紧，最近省委啊在调整领导班子，上面已经对几名地市级的干部进行了考察。据我了解，你爸爸的情况相当不错，关键还要看最后的平衡情况。说实话，他们那一层的干部谁也不比谁差多少，最重要的是要看上面有没有过硬的人说句话了。哎，那你觉得你哥哥过来他会为我父亲说话吗？他什么话都不用说，只要过来一趟这就足够了。你明白这其中的奥妙吗？中人啊，真是难为你了，我都没有想到你能这么为我的父亲着想。这不光是你爸爸的事情，也许还能一箭双雕呢。
是吗？当然可能了。你爸爸往省里提升以后，市委书记的位置就腾出来了。我叔叔本来就是正厅级的干部，省委已经找他谈过好几次了，早就想安排他到基层一把手的位置上过渡一下。你想想看，这不正好吗？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啊？那么复杂，我越听越糊涂了。哎，你真有那么大本事吗？好像这些事儿都像是你安排的。我也不相信自己能有那么大的能量。相不相信是一回事，去不去做又是一回事，事在人为嘛，你说呢？嗯。哦，对了，我们今天举行婚礼的事已经跟你爸爸说了吧？啊，昨天晚上我跟我妈说了，那会儿我爸还没回来呢。今天早晨啊，我又跟他说了一遍。他什么态度？说什么了吗？我爸态度挺好的，他一边吃早餐一边听我说话，什么都没说啊。什么都没说，这什么意思啊？什么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你也太神经过敏了吧？难道自己的父亲还要跟自己的女儿说一些什么客套话吗？啊，对了，我还要带你去买戒指呢。哎呀，不用，平时啊，戒指、项链什么的我都不戴，不用买了啊。你可以不戴，但是我不能不买啊。走。嗯。怎么不打开看看？无所谓，没兴趣。还是打开看看，也许会增加一点兴趣呢。请人写这样的书得花不少的钱吧？什么意思？现在的文人啊，心都太浮躁，稿费嘛又太低，就一心想蒙大款的钱了，挺无聊的。你知道这书是谁写的吗？秋雨，女作者吧？是欧阳黄的太太。是吗？可惜他已经过世了。他什么时候写的呀？好多年喽。这书啊，值得看看。我当初也是因为看了这本书，才真正了解欧阳黄先生的。其实这人呢，只要来到这世界上，都是很辛苦的。就是再辉煌的人，也有不堪回首的经历。在我看来啊，财富的多少，地位的高低，并不是衡量一个人幸不幸福的唯一尺度。你说呢？好吧，那我带回去，让我爸先看。乔主任，我想拜会一下你的父亲，你看行吗？你找他有事儿吗？是不是为了你在金山那笔小小的投资啊？怎么会呢？我这个人呢，不会因为个人的得失去求助别人的。哦，像你这么精明的人，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啊。这哪有常胜将军啊？我去年的时候和欧阳黄先生来金山的时候，白马老家一个小时候的同学来找我，说是约我要一起搞一个运输公司。这两个月前吧，他就瞒着我把运输公司整个的和煤矿合并了。煤矿应该很有钱呀，他没把你的投资还给你吗？说是整个都转入了煤矿的股份，可是我这儿呢又没有什么法律的依据。我估摸这事儿啊
十有八九会石沉大海。你投了多少钱啊？300来万。乔主任，您可别误会，我对你的父亲完全是出于一种敬重。我绝对不会因为我个人的私事儿去打扰他。这个我相信。不过嘛，我爸这个人啊也特别好客，他要真是知道你回来了的话，他肯定要请你吃饭的。那好啊，这可真是我的荣幸啊。不过呢，我呀真的想认识一下你的母亲。这人们常说，一个了不起的男人背后一定会有一个优秀的女人，我是知道的。要想做一个优秀的女人，非常非常不容易的。今天还正好有一个机会，今天是我姐结婚的日子，你呢可以跟我一起去，这样的话你就把我爸我妈还有我们全家都见齐了，不正好吗？你们家办喜事，你说我就这么去了，是不是不合适啊？没事儿，要不你就随便带点什么东西吧，比如说百合花之类的。哦，啊，意思意思一下就行了，其他就免了啊，俗。百合花。怎么样，丽丽，可以插了吗？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充电吧。那我插了啊。啊。嘿，真漂亮啊！妈，咋的？快快快！怎么样？我布置的，不错不错，挺新鲜的啊！来，来，哎，那大灯笼呢？哎呦妈，这个年代谁还挂灯笼啊？多老土！你看这样不是挺好的吗？你把它扔了？没扔，给您放屋后了。不行啊，别的事情可以听你的，这大红灯笼一定得挂。你大姐啊，是你们姐妹几个第一个出嫁的，挂上红灯笼讨个吉利。嗯，丽丽，怎么样？我就知道阿姨不会同意的。得了，我还是赶紧拿出来吧啊。妈，挂灯笼可以，可是那副对联您能不能换一下？什么比翼鸟，什么连理枝的，多老套啊！我知道，你看我又背了一份，行不行啊？看看。喂，喂，啊，猴哥啊，啊，我在书记家帮忙呢。什么？书记要出去？啊，好，好，好，哎，我马上到。哎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哎，阿姨，书记有事找我。啊，赶快去吧，啊。哎，那我先去了。哎，我有时间就过来帮忙啊。丽丽，嗯，他刚才说什么来着？是你爸爸有事要出去啊？哎呦妈，您就别操心了，我爸还能一天到晚待在办公室不出门啊？啊？进来，书记，车来了，咱们现在就走吗？走，去白马矿。好。书记，咱们什么时候能赶回来？到那再说。哦，晚饭前能赶回来吗？您别忘了，今天是乔媛结婚。我知道，他早上告诉我了。好，听说啊，省政府那个汤副秘书长还来参加他婚礼呢。好啊，欢迎他来。还听说啊？行了行了，别啰嗦了，我今天一定要下矿井，已经通知矿务局了。煤矿改制快一年了，安全生产情况是个什么样，我还不知道，人命关天啊，我今天必须得去。走。周鑫，你怎么来了？慌慌张张的，不会有什么事儿吧？哦，没什么事儿。我听说您要到矿上去视察，我特意过来接您。接我？谁让您来的？韩总，那人常年不在矿上，我根本就见不着他。我是听老郑说的，所以我就过来。怎么连司机都没带？司什么急？我现在连车都没了，这车还找老郑借的。行了，别说了，我坐你的车。好，你们坐这个车。好。
哎，妈，你好，妈。快进去吧。好。蓉蓉，怎么这么没礼貌呀？也不知道叫人。哦，汤部长好。哎，都是一家人了，这么叫太生分了啊！就叫大哥吧。大哥好。这就对了。对了，我还在你的那个立功的报批材料上签过字呢，听说还涨了两级工资。嗯，是的，谢谢汤大哥。你看这怎么又退了一步了，啊，又变成汤大哥了。哎哎，快进去吧。来，快给我拿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好，走吧，好，走吧。好，姐，我来，没事。那笔安全费是怎么回事？一直没拨下来。何止一笔啊！我给公司打了三份报告，一份是改造白马大桥的，再有就是改造巷道通风系统的。半年多了，石沉大海，一点消息都没有。那瓦斯系统呢？那玩意儿可是要命的，又花不了多少钱。预算我也做了，总共才10万块。哦，也没有答复。这姓谭的呀，就是一铁公鸡，在他手底下根本就没法干活。乔书记，这要不是这点党性撑着，我早就拍屁股走人了。有一次，我他堵在办公室里，我直截了当跟他说，我这矿山的安全系统已经老化成这样，再不花钱改造，这是要出人命的。您猜他怎么说？他说什么？他眼一瞪，桌子一拍，说，你们这是故意的，啊，这个早干什么去了？把这烂摊子扔给我，我还怀疑你们说咱们，说你们把他们好设备给换走了。回头啊，得让省厅派人来查查，不抓走几个，您不知道厉害。你说这他妈是人话吗？有一次他到市里找我批字，我问他安全生产的问题，他一句话就给我岔开了，老是炫耀他的经济效益，说白马煤矿比改制前增产了60%-70%。没错，报表上数字一点错都没有。可您知道这60%-70%从哪儿来的？什么意思？我也不多说了。我这次来接您，就是想让您亲眼看看。您是行家，一看就知道。乔书记，他们跟上来了。走，上车。姐穿这身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衣服是可以了，可是这个头发不好吧？今天这么大的日子，应该换一个发型才好。我也是这样觉得的。可这是二姐的任务，她现在还没回来呢。弄头发应该用很长时间呢。放心吧，能来得及。你二姐啊，已经跟我约好了发型师，很快就会回来的。那就好。大姐，你的新郎官呢？哦，他刚才好像在客厅里打电话呢。有事儿吗？也没什么急事儿，就是想送他一份礼物，讨好他一下。是吗？竟然还有人想送我礼物啊！巧了，今天穿的粉红色的衬衣刚好可以配我送你的礼物。深红色条纹领带，不错吧？谢谢。哎，这个最小的姨妹子送礼物，我记得这好像有什么说法吧？说法是有一个的，只不过我不敢说而已。哎，今天是我的好日子，说什么都行，说吧。大姐，那我说吧。哟，你还有不敢说的？说吧。那我们可说好，如果我说了什么冒犯你的话，你不能怪我。我不会生气的，不过你那狗嘴里啊，永远吐不出象牙来。小丽，别听你姐的，今天我做主，说。故事是这样的，
玉皇大帝呢要在南天门宴请各路神仙，不过他定了一条规矩，就是来的任何妖魔鬼怪体重都要在500克以上，要不然就不得入内。什么呀，丽丽，妖魔鬼怪都出来了。就是吓差，精彩的还在后头呢。这时候爬过来一只蚯蚓，一上秤30克，体重不够不得入内。正在那儿沮丧呢，又爬过来一只乌龟，一上秤470克，体重也不够。哎呀，两个人就愁啊，这样怎么才能进去呢？忽然蚯蚓灵机一动，想了一个办法，就对乌龟说，干脆让我缠在你的脖子上，这样我们俩就都可以进去了。哎呀，这是什么呀，这有什么好笑的，你说是吗？哈哈，嘿，你个乔丽啊，怎么了？你竟然变着法子骂人啊！这我这么英俊，难道像王吗？啊，王，这孩子，哎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姐夫？对呀，让你姐夫打一架，这么说。刘青啊，干嘛去长寿乡？这条土路现在也拉通了，从这儿也可以到白马煤矿，只不过得多走几公里山路。你这什么意思？为什么要走这条烂路？拐过前面这个弯您就明白了。这座小煤窑又开始生产了，前几年就被关闭了，当时关闭了一大批呢。哼，乔书记，你要有兴趣的话，你可以数一数，看这一路上到底有多少小煤窑。喂，啊，是叶叶啊，他们都在家呢，啊，啊，好吧，我马上叫他来接电话。圆圆，来接下电话。喂，哦，燕燕啊，啊，我现在可以过来了。好，好，好，我知道地方。我一会儿就过来啊，一会儿见。嗯，妈，我去弄头发了啊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哎，好，赶快去吧啊。哎，妈，今天中人订了两桌酒席，说是晚上5点啊，准时给送过来，您到时候啊给盯一下啊。嗯。哟，对了，妈，我刚才看好像咱们家的酒杯不够了，如果不够的话，您赶紧给酒店打个电话，让他们呢一起给送过来，到时候啊一起给他们付租金。哎，妈，那个电话号码啊在那个茶几上呢啊，我走了。你这孩子啊真是个劳碌命，马上就要结婚了还样样事情都记挂着，今天是你自己的婚事。是啊，我怎么一点概念都没有，好像还在给别人帮忙呢，瞧我，真没出息。